我现在一定觉得很无聊、很尴尬吧？一定在想我是谁，为什么会来这儿？现在我们缺少的是这个，这个，这个。 气氛荡下来了吗？啊！今天谁敢扫兴，我就喷谁！喷你！来，现在我们这 party 正式开始，举杯！干杯！干杯！干杯！嗯，你真是个野蛮人，非要一口干。闭嘴！ 今天都要听我的，今天我就是皇上，凭什么呀？就凭我是单身狗。现在进入朕的问答时间。这位公公。哦，田志强。哦，田公公，你跟朕的爱妃是什么关系？ 偶尔见过几面的关系，是真的。哦，那你为什么会来这里？他邀请我来，我就来了，因为我也没什么事儿。那你是不是对你姐姐有什么想法？好，当出来一口干，一口干。 一口干，一口干，一口干，一口干！来，你们俩不是分了吗？小林子，为什么又和好了？你是要跟我分手吗？那你为什么说这样的话？因为。 对不起，林林，我错了，我错了。啊，是我求他回心转意的。哦，那之前为什么要伤害他？喂，这些就别忘了。你说的没错，以前是我太傻了。那以后还会继续犯傻吗？哎，你别慌了。 小纯纯，过来。下面是你们俩，你为什么会来这里？我喝吧。好。下个问题，你进行到哪步了？ 因为都是一些十八禁的。三个问题来了，为什么我还是单身狗？像我这样内在美、外在美、长相身材全有的人，为什么是单身？你们讨厌完美的女人吗？不不不不不，只是讨厌话多的女人，特别主动的女人，没有眼力劲儿的。 我们之间表面最纯洁，内心最猥琐的是，三二一，止！哎，我这个人表面和内心都很纯洁的。愿赌服输，喝喝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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
当中最好欺负的人是谁？三、二、一，直。啊！怎么又是我呀？为什么呀？看面相，凭印象，算卦象。怎么你也指我啊？这个壶中喝了，喝喝喝，喝喝喝喝喝喝。我们当中，我们当中，谁最有秘密？你干嘛？你咽进去了吗？快快快快快吐出来！快，快吐啊！你怎么这么不小心啊？你花生过敏，你不知道吗？吓死我了！我没有花生过敏。啊？那在食堂，你不是不吃花生吗？我是不吃花生，不是因为过敏。对花生过敏的是我哥。啊？嗯。哎，搞什么呀你们？小鱼鱼，是不是对我们小陈有意思啊？彤彤姐真的没有。嗯。啊？哦。喜欢啊。听不清，声音大一点。我喜欢李小纯。我们一块儿去踢球啊，一起去健身，锻炼胸肌。胸肌我也有啊。好了好了，你们回去休息吧，我们走了。拜拜拜拜。琳琳，大家一定要打给我。我先走了，再见。小纯，嗯，哎，对，小纯，冷静。小纯，哎，回家去。那我走了啊，小纯，拜拜。嗯，等等我。拜拜。走了，拜拜。拜拜。姐妹们，彤彤，他消失了吗？不是说屋子里有了阳气，它就会消失的吗？变红色了，它生气了。啊。肯定会要头疼死的。
姐姐好奇怪，田大叔也好奇怪，高林好奇怪。好想吐。我们当中谁最有秘密？Cause of me.